第二名，敢过这个隧道，你如果被遗留的话就输定了。不能放弃，不能放弃这个尾流，敢过不去，我推你，我推你，我推你，我再推，哎，逆转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春春啊。今天要来是玩的是我们问车队的一个，就是队内的一个4v4的组队竞速赛啦。那就是分别是抢四的一个部分，就是大分抢二，小分抢四。好，第一局是海盗绝壁海湾。那可以看到我是首次跟桂冠成为劲敌啊。桂冠是敌对的。那这个在没有卤蛋的世界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梦车队谁才是我们里面的一个王牌。那其实这几个队员都蛮有实力的哦，都有就是一线左右的一个水准，所以是每位的一个速度来说都有就是蛮不错的一个成绩。好，很幸运的是第一场抢到领跑了，就后面是那个我的好战友阿贵，干别卡啦。然后我跟小智跟索尼是同一队，然后这是桂冠的部分是在跟我抢第一，干别奶别奶，包尾流 ，nice， 哎，他怎么会闪啊？哎，有没有觉得少了卤蛋之后，发现大家都好像变强了，都蛮有实力的。卤蛋的出现有点让我们觉得我们都是废物了哦。哎呦，这个第一场是那么激烈的。哦，不能被第二名干卡兰。那个臭逼灯也是蛮厉害的选手。不选手，玩家玩家，索尼这一局掉地势了，这个路线偏差。两个死在一起了，欸，有机会，机会去！我第二，内甩博第一。哦，守住，守住，守住！哎呦，我旗开得胜了，啊！哎，靠背，哦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后面还没来。哦，你的摔 ，nice 啦，拿下第一把了！哇，中间真的是好刺激哦。一度以为要输了，还好还是扛住了，还是扛住了。1分57。哎呦，侏罗纪，我非常讨厌的地图。那个终结者也是蛮猛的，看我多半在跟游侠对决。哎呦，起步出 GG， 直接掉到第七，差点第八，要第八了。我们来上演8-1的故事吗？这个出师不利啊！这开局，格丹托先过一台，白克尾流，小智接过，左托飘。如果这边可以吸到我的流，那就跟得上了，就跟得上我们前面集团了。先包一个尾流，还第七名啊！哇，大家都会跑啊。问车队的也是蛮多实力坚强的车队啊，跑了一圈还在第七名啊，真难追。先过队友吧，这里的双甩，接西尾流，接西尾流，这边包尾流，能不能逆转呢？这一局感觉劣势蛮大的，这个单托来到第七名，追不到。哦，第七好久了，第六，可是过队友啊！我不要过队友，我们逆转。这边是个右甩，好机会。这个左甩，第五名，第四，二三四五，有机会逆转。不会被一二名，可是这个是三四名那个部分，一二名敢过这个隧道，你如果被一号就输定了。不能放弃，不能放弃这个尾流，敢过不去，我推你，我推你，我推你，我再推。
哎、欸，逆转了、啊！原本已经觉得没机会了、欸，哇，这一局带到52啊，阿贵好猛啊！但是这一局我们完成了史诗级大逆转，我一个借力使力耶、欸，直接把小智推到第二名，哇！0.72 7374 0.01，太浮夸了这一局，一个大逆转啊！森林法家湾，法家又按到手酸了。玩法夹真的很容易玩到手酸，你后面的法夹玩真的是你要不断的按甩尾键啊、方向键啊，超累的。哎，这一场至少要跑两分钟的局，长赛道就是这样。啊，目前比分是2-0，由蓝队领先。好挤啊！一堆车卡在一起，哎呀，暴气！没关系，我们系列先多补，有补有机会。啊，高飞卡到自己人，没办法，我也被卡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哎、欸，有人逆向是谁？我们甩一甩逆向了，因为他们是一个七八米吗？那就是要给阿贵压力啦，有这个名次，感觉我们是优势的，但是六七也很近，想要先突破阿贵的防线，但是要对他小智，小智究竟追不追到阿贵呢？这一局就靠你，小智，小智，我干，小智失误了，行不行？干我也不行，对不起，哇哇哇！这一局感觉应该是没有人可以追到前两名了。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小智了，这是一个2-1的局面吗？哦，对对对，我们这个是抢三了、啊，刚好讲错了，抢三对。又甩，干没机会了。好、啊，比分2-1，由蓝队2-1暂时领先。哎，好家伙，真的不行，被电了。阿贵太猛了。矿山曲折滑坡，究竟能不能顺利的拿下这个局点呢？敢开局接第八，母汤，哎、欸，第七，阿贵倒了，爽，啊，阿贵倒了。哎、欸，这矿山的起步感觉起的还不错，干急抽没满，哦，感觉玩矿山这样跟酒醉没两样。啊，过去吧 ，yes， 啊，没事，我们只要有过捷径，哎、欸，一切都好说。阿贵陪我在788，阿贵，哈哈，看我的跑得小，没关系，这一局我靠队友，哎、欸，这一局我靠队友。我们有队友可以靠，nice 啊！第一小局是蓝队，看起来是要3-1拿下胜利啦。我绝对没有要说，我刚刚想要做成六零，这是秘密，这是秘密。死了！我想要杀阿贵，结果杀到妹子，
对不起妹子，我是要杀阿贵，结果 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3-1获胜。然后我们进到下一个小局，第一场是城镇高速公路。哦，这个段位被卡掉了。陈高应该还是一堆人挤在一起吧，粪土。因为不久后要出那个夜绝的，所以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一个游侠大乱斗了，游侠纪念碑。木影战队，哦，我全部卡在一起。投票，投起来。来到第二名，目前是一个234的一个暂时的领先，但前面是一个木影车队的一个主力选手，李雷，不好追啊。哎，感觉少了卤蛋，我们打起来就很刺激耶。有卤蛋之后，那一队就特别强。没有卤蛋之后，我们是5-5，每一局都打得很激烈。玩卤蛋是一个 bug 的存在。啊靠北！我要断位，结果被队友撞到，尴尬。没关系，如果这边吸到尾流的话，就有机会。但这个名次我们要抢1-2名啊！你没有机会，加油加油，终结者加油！我爆一个尾流，因为难控，我要尴尬尴尬。哇，那时候感觉不超还不行，但超又怕碰到他，没了。23，看我们机会吧。23没有，后面是78。好啦，这次局就算抢第一，可能也不会赢。哎，第一的话就赢了，因为第6嘛，1368就赢了。可惜啦，可惜。好，中华胡同。这一关也是比较少跑了，但其实它相对也蛮时间是蛮困难的，这样赛道。好，目前是红队1-0领先，这个这一局小分的一个部分。哎呀，撞墙啊！我用，哎，别奶别奶，吓死我了！哎，不行，这一局的速度被2-0了，被听牌了，我们要快点追上。哎，干不满，干没满，算了啦，我们后面还是有地方可以补气。我们先追上前面的脚步。哎呦，阿贵来了吗？哦呦，前面失误，前面失误了，我看见胜利的曙光了。我卡一个，再卡一个。逆转啦、啊、这个卡位。有我看见胜利的曙光啊，前面终结者领跑，终于在后面等机会靠背，我怕抓到他就绕个太外侧，但这个名次感觉还蛮稳的，保一口气。有，然后来第二，其他不要自己人碰自己人，我们先稳住，反正中间名次是稳的，也不急于求第一啊，就看他会不会放手了，我们离他远一点，结果看这个又甩了，哦，好贴哦。哦，没事没事，还是赢了，还是赢了，因为地面想挡。哎呦，吓死了，差点被翻盘。
中华主题大赛。这是一关很挤的赛道。吸颗尾流，哦，这名次感觉机会哦，等待机会爆尾流。啊靠北左手没按到啊，有时候甩一件都会失灵，也不知道是自己失灵还是他妈的都没按到，这由你们来判断。我都会当作我没按到了，我都当作没按到。哦哇，这一题有点难追，是因为我们后面都会自己卡自己的，因为名次有点落后，但还是有机会哈。我们这边做这个直线应该可以拉进蛮多的，爆尾流，不过离开，这边再爆一颗尾流，来到了第五名，但是最后前面还有三台啊，有机会这个单拖爆尾流，关键的这个左甩，哦。来到第三了，2368，可是第四又被超回来了。这个如果他可以跑到第一，又可以跑到第三的话，所以这个左靠背，哦，他能不能抢到第二？如果他第二的话，我们就23，他还没第二，输了，第二输了。如果他第二的话，25败也不会赢。所以，这一局对方守得太好了。好，目前红队是个2-1的一个领先，红队听牌了，红队听牌了。好，接下来是粪土，该喊这关，愿望怎么跑？怎么会这个时候出现这一关啊？看起来这个小分要这大分要变成1-1。单机，哎呦慢了啦，开心。这个怎么说甩进去这一把啊，靠背，这里有点忘了，记错弯道路线，哇、哦、不过没有单圈图，干真的忘了啊，这边好像是内甩吧，然后接着又甩，然后脱票，然后这边是进去吗？我奶到后面的人，对不起，前面他们都有偷练呢，机车练这关干嘛啦，跟内甩之后，然后第一次就左弯，第五追不到，干我头撞头的地方，记错路线。可是这个名次还是有机会哦，如果索尼可以跑到第一的话，我们的1458还是没了，索尼刚才倒了。好了，这一局看起来是一个1-3输掉了，所以这个大分是1-1，所以之后会有一个第三局的宙斯赛要决胜负啦。好，目前大分是1-1哦，然后各自以3-1的分数拿下彼此的一个场次。好，那这个蒙特队的一个比赛，那我们就是非常精彩。之后我们就第三局见真章。